有这么好玩吗？还行吧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大可不必。你脸色那么差，还在生我的气啊？当然没有了，我当然没有生你的气啊。那你要没有的话，就来试试这个程序。发生意外，你也不用担心画稿会消失，它会自动保存在里面。我突然好像知道你是做什么的。那你说说看，我是干嘛的？又这么会玩电脑，平时又神神秘秘的，你是黑客？你想多了。现在还生我的气吗？小鲜肉不是你吗？不是，真不是。那他腿怎么瘸的呀？那他有没有网？说来话长。不是，我还正想问你呢，你不是前段时间才跟我说要在外面多待一段时间吗？嗨，我也说来话长，还没有我爸妈为了逼我回家把我卡要停了。我现在闹冷战，走投无路了。安心。
让我在你这儿多住几天吧。K.O. 关心，帮我洗澡。等一下，你们俩一起洗澡啊？不是你想的那样好吗？我今天能不洗吗？不能。生气了吧？你就这么把他捡回来了？这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那能怎么办啊？人是我撞的，总不能把他扔在外面吧？这倒也是。不过他长得又帅，身材又好，都可以 C 位出道了。你说这要是被我捡到啊？哼！你做梦吧你！再说了，万一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呢？说不定他不仅单身，还是个出自豪门的黄金单身汉，就像你漫画里画的那样。洗洗睡吧，您已经开始做梦了。哎，安心。嗯。我看他婷婷你画的，你帮我个忙呗。什么事儿？